首长三大主线的纹路是标准的川字长啊。川字长的女人呢，普遍感情婚姻不太顺利啊，因为自身的性格偏强势，还会把更多的时间呢花在事业上，不能很好的顾家，那这也是问题的根源。另外，有的时候呢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啊，喜欢强势的要求别人，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，啊，跟对象呢容易爆发冲突、争吵、打骂也是有可能的。另外呢，建议啊，双手川字长的女生一方面要学会包容理解对方，另外一方面呢，适合找一些年纪偏大的或者是包容性比较强的男生结合。那智慧线也偏短，个性急躁，做事容易冲动啊，学这个不学会这个低调行事，很多时候呢都是容易啊惹是生非啊，再加上漏空手嘛，经济上不懂得节制，花钱也是大手大脚，要学会理财。最后呢，金星秋啊，横纹遍布，是这个身体上的肠胃不适，在需要这个多加调养啊。